十月怀胎，宝秀与丈夫诞下一子，可当这父慈母爱的结晶，在原本共携守护的两双手仅剩四分之一时，宝秀一路又是如何将孩子拉拔长大的呢？你要帮我拿车锁匙一下。妈妈有着一只跟别人不一样的右手，我从小就知道，但我不以为意，因为妈妈跟别人一样，煮饭、洗衣、打扫样样都可以，是全人家庭主妇。直到有一天，听别人说，我才如梦初醒，活到22岁，我从来没想过，妈妈一路走来就像没了一只手，她到底怎么把我养大？出门的时候，我知道人家是眼光是注意我这个右手了，我怕人家看到我的手一直看呢、啊。有些人看到用我，你的手是给佛烧的，我讲不是，我是车祸，他们不相信啊。其实我整只手都拿不起来，后面也不能，我在每天复健练习几个月才可以起来的。影响你咯，影响我做工，影响我做东西的车衣咯。我这裁缝车衣的裁缝，1991年我车祸，手这个手了，整个皮和骨没有了。一车祸了，我就要慢慢改用左手，连吃用汤匙，现在我筷子还拿不准的啦，我每次出去就拿叉和汤匙吃了，叉东西，我全部用左手就是了，现在右手都不能用，根本都不能捏到啊这个手。我要想办法拿剪刀剪，可是我这个剪刀这样剪下去我剪不到，我一直剪不到，后来想办法倒反，我的剪刀我全部是倒反剪的，慢慢咯，慢慢学咯，起初是不惯了用这个左手做东西。94年生我的大儿子，那时要跟我孩子送也是一个问题啊，我是用右手给他挡住我的手，我下面铺一个塑胶，没有他会滑倒嘛，这样跟他冲。慢慢克服，没办法，反正都遇到车祸了吧，这样手都不能好了。因为我会自卑嘛，一直躲住家里，不要出去，因为我先生又晚上我的手又这样。我丈夫他是骨癌啊，后面脊椎骨癌，那时没有包边，不要大小便也要扶他起来。后来晚上过后了，很多师兄姐来关怀了。后来这些组长就叫我你要去参加慈济的活动啊，要出来，不要一直在家里了。在环保站，宝秀不仅仅做资源回收，也找回了心中的海阔天空。我看到一个感悟很可怜哦，他的妈妈70多岁80岁了，他的女儿30多岁中风了。我一进去，我第一次去拿那个房家访的家了哈，那个感悟，我一进去看到，哎呦，他妈妈80多岁还要为一个30多岁的女儿。中风了，吃东西呀、啊！我那时候感觉到很悲伤，我讲我没有哭，我讲，因为我觉得以为我是单亲嘛，以为我哭嘛，可是我看到了我的手又受伤，
又只是左手可以做工，所以我看到他中风躺住，我觉得我不哭了，因为我还有双脚可以走出来做实际啊。很重要，如果我一天没有去，我好像 很辛苦，在那边做了很开心了，可以煮了给这样多人吃。因为这些环保菩萨他们来做嘛，来做我们要煮给他们吃啊，要感恩他们呢、啊、来这边付出。他的一只手，你看他的这一只手，就是感觉到很僵硬哦。但是你不要看他这样的一个手哦，他是巧手来的嘞。五六百人啊，好几百人哦，工作人员的那个志工啊，就是要准备晚餐给大家吃哦，没问题，就是他在准备。以前你没有什么笑的，他是静静的，没有讲话的。那有一天早上我来，我就是在门口啊，外面环保站门口扫地，这个宝秀师姑哦，原来他讲话可以这么大声的，滔滔不绝的哦，哇，性格越来越开朗哦。那一份的真诚。因为我一直出来开会，家访访视，协力人员都有参与。那时我真是一个礼拜有几什么，他们叫我就出去了，因为我不会驾车，要人家载我。运志工啊，访视什么我都去了，真的。还有助念啊，告别式我都有去。那时我什么都参加了，我可以忘掉一切哦，所以我不会想到这样多。所以我觉得艰苦祝福哦，比有人比我更苦了呢。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嘛。妈妈人生最大转变就在这里。以前妈妈脾气不是很好，可能受着太多委屈。常来这里之后，妈妈不一样了。我难得看见妈妈笑到眯着眼。因为很多师姐啊，可以讲话、啊，又看到有些人比我们更苦啊，中风的人都来啊，来做环保。我觉得我可以付出煮给他们吃，是很快乐的一件事，手不要放，没有放后面了，都不怕给人家看，我不怕了，我这样大大方方走了，放那边，不是白的，黄色的不是白，放那边。妈妈的过去，我错过了，这一只手，开过两次刀，缝了无数针，强忍痛楚，努力愈合。却还是握不好筷子，拿不稳菜刀，吃不出针线。但他养大了我。妈，我会努力赚钱照顾你，你别再那么辛苦了，我带你去旅行吧。不用了，旅行我觉得做自己好了，做到我不能做为止。有一种爱，慈母心，使人巨大无畏；有一种爱，如阳光辽阔，即使没有血缘关系，却待如己出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你每天在家里讲这种东西，你的家人不是每天叫你去吃药咯？那种你不能幻想有什么东西出来，你懂不懂？哼，笑死人！没有错，因为你每天做这，你觉得无聊啊？没有错，你这不是无聊啦？没有，你每天无聊的时候，你不是自己乱讲话咯？没有错。他有精神病啊，十多岁不是已经开始吃药，会乱乱喊乱乱叫这样啊，有时会遇到很多情绪，我们都是会劝他，知道我们也是在很疼他这样啊。我
说这些东西做完了才洗下面的地，这样挤地就不会弄到肮脏，又节省水。还要拿冰箱要怎样处理？冰箱的东西啊，你可以一层一层拿出来，就是一层慢了到一层，因为不要一直开着那个冰箱啊。哎呦，都干结冰了哦。叫妈拿这些东西，你看，叫谁买的？这个啊。这个你送给我的，你送给我的，没有过期啊，没有，不用紧的啦，可以喝的。我过期没有过期都是照样可以喝的啦。没有，你看你里面好多这些杂物呢，因为这些你看不要的哈，就这些啦。你看你要这样弄出来先，还有你看蹲下来看，我看到了，不用蹲都可以看得到啊。洗旁边，还要洗到这样。是啊，你看啊。OK 嘛？OK 嘛？这要给医生的，医生的哦，牙科。哎呀，刷嘞！哎呦，这么多人哦。被挤到这样。冗长的看着队伍中，每次速传都以睡眠时间换取前面的位置。要爱惜光阴。就是这样子，我爬楼。大发心中层层栅栏，素传温暖的双手陪同他，尝试一步步跨越那道障碍。你要克服这个一个困难。就当着在家吃东西这样就好，你要吃阿里巴，你也最爱。我看阿里巴，不要，我还是买回家比较好。等一下我才买回家。这样买了果送啊，买了 ice cream 给你，不要这样多冰啊，买了 ice cream 给你 ，thank you。慢慢喝，不要一下子一口气喝到完。最近好吗？最近好是好了，只是还是这样老样子啊，都没有变到，也是这样。很多东西想，很多东西讲啊，一天不讲都不行哦。每天在家里讲哦，每天在家里一直讲一直讲，讲到父母亲，我不是我妹妹他们都烦了。一直叫我吃药，我又难过，我一直说自己没有病哦，他们就一直要逼我吃药哦，哎呦，吃到我整个人都要生病。这样你吃药吗？不是，我每天一讲到几句话就讲你药吃了没有，你药吃了没有哦。你应该在环保站多一点参朋友，因为你所需要的就是要有对象可以讲话的对象。你去环保站见人呀，那些安迪安可一边做工一边讲话，有没有？有啊，现在会开玩笑。其实父母的都不是在照片，你知道是在哪里吧？在你心里面。最美的一个真正是在心里面的，就好像你时常向着他们的照片，你们怎样子讲话？看到了没有？这
生菜才是最美的一刻啊。大发虽然有看医生，但是偶尔还是会发作。素传为了不让他胡思乱想，而想出了一个妙法。嗯，放楼梯口啊。好了，我拿。幸好没有搞到砸掉。想妈妈有时偶尔会咯，只是有时咯，我还记得有时咯，有时久久，有时不懂为什么会想起这样呢。妈妈以前做的那些菜啊，那个米文德，你们是没有看过的、啊。我讲给青山师傅听，他也不知道什么叫米文德，我妈妈自己做出来的。四川师傅比我妈妈更厉害很多，真的。如果要讲四川师傅更厉害很多，因为我妈妈不太会照顾家的，我只能老老实实就讲，妈妈死掉，我从来一滴眼泪都没有流过嘞。所以就是这样子，现在连妈妈的样子也好像要忘记了咯。只是在环保站里面上楼里下楼里这一些工，他在搬的时候啊，就是整两楼里这样出货，他是很开心的，有价值感，让他感觉到不会太大的压力啊。只有大力师傅还更比较有力罢了。不要再废了，不要再废了，没有这样没有人会爱你的，我跟你讲，你一直这样废，这样废，要做乖一点的。啊？还有没有什么东西？哎呀，哎呀，电还能用的呢吗？啊，电，电灯泡我们不收的哦，啊，不要再废了啦。不是那个，好好笑。我要大声唱，我是多幸福，与你一起快乐，一起成长，没有任何的怨言，没有任何的负担，让我们手牵手，心连在一起。这个就是我希望他们可以珍惜我的心啊，因为我真的好喜欢他们哦。这个是真的，我真的好喜欢他们。虽然我也是老是时常给他们很多麻烦，但是我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什么没有怪过我，所以我好爱他们，我也好喜欢他们，我不想失去他们。要做什么东西？那你要去问风。嗯，哇，这么大个台呀！工人做狗嘛，你跟孩子讲要做狗，不要做狗吧、啊？不会的啦。不会的，就是要来学吧。这样子你给我他的电话嘛，我要他、啊。年龄也这样大，是不是能够独立？但是，我试过两三次都是失败的。我一跑了不久，他也是说要回来。我拍一下，我跟我老板讲，他是要工人的。如果他要工作，我才打电话给这个阿姨、要对自己有信心，要男生要有一点勇气。No， 不要，没有，等一下我越搞越砸。不会啦，要有信心，男生要有做有信心。不要。老板都这样讲话，老板如果你是男生来的，不是女生来的。老板愿意请你的话，你就要。你是男生来的嘞，你不是女生嘞，你要去聘。谢谢，我不要聘了，我以前聘够了，不要，我不要闹了。都做不到了，问鸟又没有用的，全部白费的。
剪都不大会剪呢、啊。要我跟你剪？啊、不大会剪呢、啊。要啊，要戴眼镜、啊。嗯，连剪都不大会剪呢、啊。就是讲哦，你不会，连自己都不会照顾自己、啊，开玩笑。旁边你看看，你这次翻翻看，它尖尖，它会等一下会弄到，等一下磨一磨就好了。你手尖。妈妈讲我剪指甲好难看、啊。生活琐事大发应付不暇，苏传总是在身旁，偌大的胸怀，接下教育大发的责任。那种互动啊，好像很蛮亲这样啊，不是可能听到人家一句话，他可能哇很又不愿意去环保站啊，我们都是会劝他，但是最后他还是会去，他会感受到说，我们在关心他。师姑，祝您永远身体健康，永远都这样美丽，我永远都这样爱您。师姑，谢谢您教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。有时候走在路上，我看到那些人自言自语，而且很年轻的，哎呦，我真的心看了真的是很心疼，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多的社会问题呀、啊？真的，我真的想说，哎呦，真的认识他来怎样来协助他。只是抱希望，总有一天他们会好的。社会角落传递光芒，温暖。